Hello，Hello，大家好。杆子哥，欢迎来到有间国潮馆，这是你今天的挑战卡，我们一起来接受挑战吧。往前走呗，是吧？对，第一个挑战就在这里开始了哈。我们这边墙画的是敦煌莫高窟的飞天侍女的形象，试一下。哇，有声音呢！有飞天侍女就在演绎着一种乐器。对，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四个乐器都是什么呢？哦，那当然太熟悉了。这个是笛子，对，然后这个是琵琶、还箫，那这当然手鼓啊。你们都知道打的是蒙古族，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比较有趣的民族乐器有哪些？蒙古族的经典乐器呢，当然是马头琴，马头琴的那种拉出来的声音是一定是悠扬的，仿佛看到了草原。我们第一次挑战成功，是挑战二，我知道曲水流觞，以歌换茶。我是要唱一首歌才能换一杯茶喝，那我要唱个什么歌呢？诗人的旅途的一小片段啊。大地如梦，情宽广，星辰在海面坠落。谢谢，我能不能换取一杯茶呢？当然要给予本店最大的奖励，你先文银。一两银两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小店收入有限，你也是知道。好吧，好吧。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场馆呢，叫盛世华服。我们可以看到陈列着中国古代各个朝代的服装。这个时候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由人民网新媒体和李宁推出的联名款产品，可以看到跟咱们身上的一模一样。对呀，是1984年，李宁先生代表的国家队洛杉矶奥运会上夺得了3枚金牌。这个服装上面的取材就是源于当时人民日报刊登的一张报纸。是的，现在是中国李宁的品牌好朋友。哎，看一下我们二楼有什么挑战吗？他现在在表演的是什么？皮影吗？哦，不是，孙悟空。三打白骨精，白骨精。那欢迎王老师，你好。你好，嘎子哥想学哪一出？就刚才那一出。可以啊。你想拿孙悟空还是想拿白骨精？我就拿白骨精吧。好，我说，我是不是可以说话了？可以。原来是白骨精变的。来，停下！停下！毁坏了我的大事儿呀！我可以，可以啊！我学的非常好，对这个学的有模有样，挺好的，是吧？谢谢老师。就打卡成功。卡通形象没？西游记啊，对吧？孙悟空、葫芦娃，对啊，葫芦娃，这是儿时的记忆啊。小机器人，它可以跳舞吗？可以吗？哇！现代国漫 IP 多的人关注和喜爱，剪纸艺术，因为这些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色彩名字。打卡成功，有间国潮馆，我来了，那你来了。